Hello， 又翻嚟我哋 Wallpaper 同大家讲一讲关于我哋气枪或者系一啲我哋选用嘅枪械嘅安全少少嘅守则啦，或者系同大家研究分享一下啦。咁其实我哋头先讲过啦，一般我哋玩紧有呢啲手枪啦，又或者有啲气动嘅步枪啦，电动嘅步枪啦。咁其实我哋注意到我哋平時有啲安全嘅意識的話，就唔會咁容易傷及到人啦。咁最主要大前提就係話我哋盡希望唔好向任何生物去或者去向任何嘅物件胡亂發射啦。咁點為之胡亂發射？譬如我無聊地將支槍走去打隔離嗰啲巴士建築物啊，打人哋啲窗門啊，打爛佢啊，咁其實呢啲係絕對唔應該做嘅事。我哋應該去一啲合法嘅場地去試槍，係啦，去一啲合法嘅場地試槍，例如去啲槍會啦，去一啲室內場嘅場地啦，或者係一啲我哋而家平時有嘅 war game 場地啦，去進行呢啲試槍活動嘅，就唔應該我哋將支槍亂咁向一啲唔應該發射嘅地方發射。咁第一件事要注意啦，第二件事就是話我哋平時喺一個安全區嘅時候，我哋平時見到好多 war game 場咧，啲人咧就揸住支槍咧，連埋個彈夾咧，走嚟揈下揈下嘅。咁其實呢啲係好唔正常同埋好唔理性嘅行為，因為若然你唔小心支槍打中人、傷到人咧，咁你就大件事噶啦。咁最重要一樣嘢，我哋有個安全意識就是譬如我哋平時。如果電槍的話，我哋行得出嚟揸支槍。當然啦，揸槍我哋有一個標準嘅手勢，就係第一件事，手指唔好放入個 trigger ring 裏邊先，千祈唔好咁啊！呢個係唔啱嘅動作，我哋要隻手指移開個 trigger ring。trigger ring 就係講緊呢度啦，我哋嘅手指移開佢。亦都喺一個上咗膛嘅情況底下，我哋個 safety， 我哋嘅 safety 都係撥咗喺 safe 嘅位置嗰度。喺未用嘅時候撥咗喺 safe 嘅位置嗰度，咁我哋變咗咧撥咗喺 safe 嘅位置咧，我哋就開唔到槍啦。咁亦都隻手指擺喺呢度咯，咁就唔會有 trigger finger 嘅情況出現啦。咁就安全好多嘅。平時我哋譬如話持槍會唔會中意咁對住人咧？係啦，喺休息區啊，或者喺任何嘅非射擊嘅地方，會唔會咁樣咧？我哋通常都唔會嘅，我哋通常都會將個槍嘴向下，係啦，或者有條槍帶你楞住佢啦。咁啊，槍嘴向下，盡量唔好指住一啲人，係啦，咁就會。減少避免咗你走火而打到人嘅情況啦，打到人你又唔好，係咪先？人哋又唔好，咁啊呢個係一個我哋所需要注意嘅地方。handle 一支長槍 ，OK？ 咁頭先講緊譬如氣動步槍啦，咁 A 支點咧？通常我哋譬如打 game， 咁啊架上實彈夾啦，咁啊打完一輪之後，咁啊點樣咧？出到嚟啲人有好多時都係。揸支槍，咁啊，周圍揈啦支槍，又雖然佢以為自己冇彈夾，但係其實 A 支佢通常會有可能有一粒喺個殼頭嗰度，咁呢一粒咧，如果你唔小心打中人咧，又係傷嘅，尤其是近距離啲無端端俾你打中一槍，如果佢喺一個安全區冇戴護目鏡，你又打中佢隻眼嘅，咁你就大鑊啦。咁所以大家記住一樣嘢就係、是。出咗去長區，翻入去休息區或者一個非射擊嘅地方嗰陣時候，我哋最重要一樣嘢，翻咗出去打翻一個核彈發先，除咗彈夾之後，打翻啲核彈發，確認到裏邊冇曬子彈啦，我哋撥翻 safety 掣啦，一樣，係啦，撥翻 safety 掣，咁我哋先行翻出去安全區。咁去到安全區，亦都冇可能 bling bling 喺度開槍喎。咁啊，其實一來雖然你話冇子彈冇夾 check 過曬，咁但係喺一個心理上，如果你我係一個玩家的話，喺一個心理上，我覺得唔多開心嘅。聽到呢聲我自己都驚喎，第一件事無端端係咪？聽到槍聲，你第一句事你都會驚啦。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喺 handle
一支啊電動槍，我哋應該有嘅安全意識啦。例如就係話頭先啦，出到場區之前掹鴨清槍，打翻一下單發，睇下佢仲有冇子彈出嚟啦。咁然之後再 safety 翻支槍，係啦。咁 safety 完之後咧，咁就可以出翻場區。咁啊，譬如大家有槍帶嘅，咁可能除咗槍帶擺喺個槍台度，咁啊，如果有朋友攋住你支槍想睇嘅，你都話一話俾佢聽。嗱喺呢度咧就唔好亂開槍啦。咁你去想開槍的話，試槍的話咧，咁就出翻去一個啊試槍區啊，或者係一個射擊地方咧，咁就 OK 噶啦。咁呢個就係我哋而家一個 AEG 嘅處理方法。OK， 再落嚟，我哋介紹頭先我哋show過嘅手槍啦。咁手槍其實我哋通常我哋見到打 war game 好多人都係一來新手啦，可能唔知啦，條條揈揸啊支槍周圍行，隻手指揸個 trigger ring 嗰度，哦行啦，嚟啊去咯咁樣，係咪好危險啊？其實如果我喺佢身邊，我第一時間就會制止佢。實在太危險了，無端端有些朋友真是冷槍王，無端端支槍放在手指上，但有手震被他射一槍，你說怎樣呢？你想打他又不是，不打他又不是。其實一個我們經常性在這個IPSC 又好，我們一些氣槍訓練課程都好，都會提到一件事，就是我們在一個不是射擊區裡面支槍最重要放在 holster 裏面。這些是一些 duty holster， 如果你有 IPSC 槍的就 IPSC 的 holster， 大家都有同一個特點，就是說這個 holster 就是防止你支槍被你碰到的出的 OK， 不觸的出而走火的。有些有安全劑不會跌出來 OK， 這個出的這個 holster 其實我們現在說放了下去很安全，不會有任何的誤觸走火情況發生，第一件事先。第二件事就是我們剛才說的，哇揸支槍亂按指其實是不是正常呢？其實一定告訴你是不正常的行為，所以大家要改一改了。如果新人來說，槍永遠我給你都是這樣，不要說、我給你支槍你、你這樣給我，我真的害怕真的。咁呢個係一個我哋平時處理槍嘅狀態，揸支槍我俾你，揸支槍我俾你，唔好咁我俾你啦支槍。咁其實係一個好容易走火，或者我唔知道你有冇上堂啊嘛支槍係咪？咁如果你上堂，你有觸動到個 trigger 咧，就一槍打埋嚟嘅。OK， 咁呢個係非常之危險嘅情況。咁通常我哋處理一支槍嘅時候，第一件事掹咗彈夾落嚟先啦，咁啊斷咗個氣霧器啦，掹一掹。看這個 chamber 裡面有沒有子彈啦，當然槍口不是對著自己啦，千萬不要對著自己。我們看 chamber 有沒有子彈呢，我們這樣拔望到裡面這個 chamber 位，是啦，望到這個裡面的 chamber 位，這樣就會知道裡面有沒有子彈。如果有子彈在裡面，你就可以用通槍管那支東西拔回出來，這樣就會跌的了，是啦。這個就是我們平時處理一個氣槍的情況啦。手槍 OK， 通粒子彈出來了，沒有子彈了 OK， 一個 trigger pull 回它，收回 hammer OK。 通常我們平時一些比賽 IPSC 比賽呢，都會未在一個射擊區域呢，彈夾和支槍呢是會分開擺的，是啦。但是我們平時打 war game 就未必會這樣啦，所以我都勸告大家，未入到場區裏面，未真係作戰嘅時候咧，唔好將隻彈夾撈喺支槍裏面。因為始終你譬如你攞出嚟嘅時候，或者人哋攞咗你支槍唔知一掹走火打中人嘅，亦都唔係一件好事。所以我會勸告大家，第一件事，槍同彈夾喺未進入到場區裏面分開佢啦嚇。OK， 咁。這個是一個很 basic 的安全 的情況啦。 OK， 那我們譬如平時 hammer 起了，看看有沒有子彈啦，千萬就不要把支槍對著自己的槍口，是非常不正確的行為來的。
我哋會咁樣 check check 有冇子彈，咁樣 check check 睇睇呢個槍把，呢個槍把裏邊有冇子彈。如果冇嘅，收翻佢。OK，release 翻個 hammer。OK， 咁就 OK， 收翻埋佢。咁其實呢個係一個我哋平時一個正常地去操作一支氣手槍嘅情況。咁亦都係希望盡量啦，大家彈夾都分開放啦嚇。OK。至於我哋平時氣手槍呢個點樣去 handle 咧？通常好多時啲人揸支槍咧，隻手指喺個 trigger 裏邊嘅，係咪？打人嗰時就係啫，唔係打人嗰時點解要咁做咧？係咪？咁我就唔係咁，即係唔係作戰時間，我就唔會將隻手指擺落去嘅。同頭先我哋而家見到頭先一啲氣步槍一樣啦。手指，唔該。Trigger ring 喺呢度 ，out of the trigger ring 啊，見唔見到？唔係咁樣啊，係咁樣。咁你先至咧可以避免到你唔小心手震嗰陣時啊，開咗槍打中人，唔好啦，係咪？咁呢個就係一個我哋平時去處理支槍。都是那句啦，不要亂射。射的情況就是在我們一些合法的場地，例如一些槍會啊，又或者這些CQB 的場地啊，又或者是 War Game 場地去試這支槍，或者在家裡自己設個紙盒來試啦，就不要對著街邊的途人去試。還有一件事就是我們說了很久沒說一件事，就是很重要的護目鏡啊。護目鏡是什麼來的呢？相信大家去試槍或者去練習的時候都應該戴的，是啦，這些咁有平有貴啦，咁幾十元又有一二千又有，咁這些錢是不慳得的，咁最好買一些優質一點的護目鏡啦，咁它能夠抵受一些更加強的衝擊力而不會裂開啦。因為曾經都聽過有某些便宜的牌子的護目鏡呢真的會打穿的，是啦，還有一些面罩那些，你看回以前 Live 曾經說過有些護目鏡或者面罩會打得穿的，那些你們就要小心一點了。這個就是一個比較貴價一點名牌子的護目鏡，咁呢隻鏡可以頂到都幾大威力嘅，甚至真槍、散彈槍嘅子彈，佢唔能夠貫穿。其實我可以同大家講，如果大家買護目鏡咧，咁可以大家記住有個標準叫 ISO 87咧，就係一個我哋常見嘅安全標準，係國際安全標準，就係護目鏡抵受到一定嘅衝擊力。係啦，咁我哋就信得過呢個認證啦嚇，戴咗先至去 operate 你任何嘅氣槍 ，OK？operate 你嘅任何氣槍之前戴翻護目鏡，咁就唔會有任何反彈嘅情況出現。因為就算 even 都你就算戴住一個普通嘅玻璃嘅眼鏡咧，我曾經見過，真係曾經見過喺一啲練習場裏邊，佢俾一粒子彈反彈，打裂咗副眼鏡，即刻蜘蛛網裂曬，係啦，非常之危險。如果係隨便飛咗入眼咧，不堪設想嘅。咁希望呢啲情況當然唔會喺我哋身邊嘅朋友或者任何情況底下發生啦。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做好我哋預防嘅措施，唔好令自己受咗永久性嘅傷害先。咁呢個就係我哋護目鏡其中一樣嘢比較我會比較重覺得比較重要嘅嘢啦。我喺我哋 operate 任何嘅氣槍嘅之前，入到場區嗰陣時候，或者試槍嘅情況底下，戴翻副護目鏡，咁你嘅視力就有所保障啦。咁呢個就係其中一樣我所講嘅嘢。OK， 咁另一方面，我哋之前都我諗大半年前啦，咁有好多朋友就好似出街就好似我咁啦。哇！攬支槍招搖過市好型，成支槍就咁好似個 Rambo 咁擺喺後邊，喺廣華街度周圍行啊咁。其實呢樣嘢我覺得
嗰、那個、表現係非常之差嘅，係啦。咁如果一啲市民目睹你咁樣嘅，到底你係犯緊罪啊，定係打緊 war game 冇人知啊嘛，係咪？咁所以如果你見到警察，亦都有構成一啲被拉嘅威脅啦嚇、啊，被拉威脅啦。咁所以我想同大家講，大家雖然成身 full gear 哇好像真啊，槍咧唔該放翻入去一個槍袋或者槍盒裏邊，就唔好將支槍好似而家咁樣，哇幾型啊，行得出街好型啊，雖然好型啊，但係你會影響到我哋一班正確玩 war game 或者玩氣槍競技嘅朋友嘅聲譽啦。咁俾其他傳媒又是抹黑我哋。大家都不想這件事，大家都想一個開開心心的環境裏面去享受這個 war game 和 airsoft 的競技的樂趣，我想沒有人想大家第日沒得玩的，是不是這件事希望大家如果出到街不要把支槍拿出來啦，周圍養啦，哇好型啊那支槍，是不是嚇人的，如果我是坐在旁邊的朋友看到你拿著支槍周圍揈，我會報警的件事。咁如果你見到有個咁嘅人揸支槍周圍揈嘅，唔該你都報警。我哋 一個普通嘅市民都會受到一個威脅啦嚇。咁我唔知道真槍定假槍噶嘛，係咪？咁另一方面就係、是如果你揸住長槍嘅，咁希望如果你個槍袋唔夠大嘅，揾布笠住佢咯，係咪？咁或者揾個膠袋笠住佢，咁等人哋唔會覺得哇你成支槍嚟嘅。或者有人跟我說，我說槍袋爛了，他就揹著槍走出街，到底是不是對呢？如果有人揹著槍在你面前出現，你會怎樣？是不是？那將心比己而已，其實希望大家維持一個在我們War Game 裡面一個愉快、輕鬆又玩得開心 的情況，那就不要令到公眾有任何的恐慌、誤解，那希望推動這個活動的同時亦都大家享受到這個樂趣。那今天是我 Andy 在 Wallpaper TV 裡面跟大家講一些少少分享我少少心得，那希望如果你們有什麼意見或者有什麼想發表的，歡迎聯絡我，那我會盡量去解答大家或者幫到大家。OK， 多謝曬，拜拜。